这里的景观房只有尔湾的五折更有性价比。今天咱们来到了离尔湾光谱中心只有9.5迈、24小时的封闭社区，3800尺的宽面大独栋。而学区呢 ，test score 从小学到高中是3个10分，而且呢，这里有着漂亮的景观。大家好，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。一进来之后呢，咱们看到的是一个客厅，还有大挑高。这边呢有一个全浴的卫生间，而在这里呢是一个独立的卧室。这个卧室呢非常的宽敞，而且它是可以独立出入的，就在这边有一个门。这种设计呢就被称为房中房。咱们继续往前走，这边呢是它的厨房和大客厅，非常的宽敞。在大客厅的旁边还有一间小办公室，并且这里有另外的一扇门，也是可以独立出入的。 U 型的橱柜设计，大窗户，中央的岛台。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厨房设计，整个房子是4房5卫，当然也可以做5房5卫。嵌入式的大冰箱，咱们去院子里看一下，宽面的院子。站在这里呢，可以看到它后面非常漂亮的山景。现在咱们去2楼，可以看到下面的大挑高，非常的漂亮。这边呢就是它的一个主卧了，带有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卫生间，大镜面，双水盆，配有浴缸站浴，还有独立的梳妆台和一个巨大的步入式的衣橱。在主卧里呢还有这样的大阳台，这是一个观景阳台。每天起床打开门可以看到漂亮的景观。这边呢是它另一个次卧，同样窗外是有景观的这样的设计，而且这个卧室里也有独立的卫生间。这边呢是它的第3个卧室，这边呢有一个阳台，也是可以通向外面和独立的卫生间。咱们看一下它的这个阳台，这个是通向房子前面的，而这个阳台呢是跟另一间卧室共享的，就是这边的这样的一间卧室。这里呢也有独立的卫生间，这是洗衣房。每个卧室都有独立的卫生间，2楼是4间卧室，加上楼下的那一间，总共是5房。那么这样的房子你喜欢吗？